啊，这个天气慢慢啊反凉冷了，嘛是浸温泉的好时节。新北市今年的温泉节结合着骑铁马、行步道，加出着真侪种无同款的生活。天气真寒，想要泡温泉，来一座新北市的金山，让你一摆满足所有愿望。金山的一路古道，结合吃海鲜，以及我们的贡寮草岭古道，结合吃我们的贡寮包深澳小姐。或者是骑铁马来一座海岸小旅行，先到嘉南外埔山滨海风景区，再来是万里西雅公园来一张相片。野柳在这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水，中昼去吃万里的红阿鸡，去水尾渔港、金山万里自行车道，最后去温泉饭店。在假日的话，现在其实都已经满到农历年了，那但是在平日啦，还是都有空档。还有三界大板筋嘛，真出名。在山林内底去受温度蒸泡温泉是一大享受，无法度出国，在新北市买当加出国。想要去夏威夷、金山、新北海岸嘛，真行哦。还有三峡马尾鱼嘛，真行。加州的红木国家公园，让你唔免出国，买当翕出那亲像伫国外相片。